嗨，大家好，又見面。係又見面。你而家係咩身份啊？我想問。係阿耀啊，楊千嬅定誒黃俊耀啊？好，做翻自己。頭先聽完兩位參賽者，即係你對手，有冇少少壓力咁啊？唔係少少，係千噸重。我覺得歌神嘅表現已經得到全場嘅掌聲啦。跟住啱啱嗰位較年輕嘅新勢力，令到我覺得除咗好大壓力之外，都係好大壓力咯。不如大家俾啲鼓勵阿耀好唔好啊？出必殺技，猛虎射球，真係真係。好，交台俾你。心願意捐給你燙著頭，做你的安枕剛好足夠，望你的天真可以永久，眼看你半世還未夠，喜歡你的眉頭，哪怕皺起始終清秀，在某天未發展，在某間咖啡店，常記起坐你後面，習慣守望半天，望你從來都溫暖，想一生看下去，還會等一天八十歲，看你髮短灰色的點綴，未來只有樂趣，和你去拖手看新居，雙眼開始像飲醉，猶如觀星你在這裡，我的雙眼裡尋找到宇宙之最，心像太專心看你在望，望你不思自憤多好看，自信坦率多可愛眼光，你碰上挫折仍硬朗，不沮喪不彷徨，看你鬥心多麼兇悍，但你竟用決心任意放棄所有，獨個走我要殿後，視線跟著你走，直到你放開所有，想一生看下去，還會等一天八十歲，看你髮短灰色的點綴，未來只有樂趣，天真追我所追，只怕始終未等對，阿爺，
啱啱都走埋添，啱啱唔緊要啦，都係喇沙醫生呢個稱號，你都係無愧嘅。有台型就得啦，呢啲陰嘢冇乜所謂啦，係嘛？其實咧就係兩個字，好緊張。咁咧就大家有冇睇新聞咧？有人話三個字係咩黑箱作業啊，係嘛？其實我都不知道自己講緊咩，因為太緊張了。即係啱啱聽到你哋啲掌聲，真係多謝曬，多謝曬。我想問我想問緊個觀眾都係，我唔知道仲陣間仲有冇機會講。其實我想壓埋啲時間講埋先。其實咧就係我開頭練咧都唔知道自己唱唔唱呢首歌嘅，係大家。咁多人嚟睇啦，咁多鼓勵啦，咁多掌聲啦，同啱啱打埋拍子，我真係覺得好 warm， 好無憾，係啊，就係咁，多謝曬。好，唔該曬阿耀，唔該曬。